你那有没有要伏笔的什么？你那有啥要伏笔的？你这一天是，我要上学的时候，我要留学时的。四十三，还六三呢？两百三呢？有五百六三。你那一般能穿六三吗？什么时候能穿呢？他一个八几年来的。啊，多少钱？我那是穿的是多少？几个多少？哎，八几年来。好了，你干嘛呀？什么八几年？你看没有人 communicate